喺美國首都華盛頓出席第四屆核安全峰會嘅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習近平認為中美要以建設性方式管控敏感問題，避免誤解誤判，同時希望美國在南海爭議問題上不要選邊站隊。蕭兆勤報導。中美元首在出席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之前举行双边会谈，是他们今年第一次会面。习近平说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双方应该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积极寻求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或者是以建设性的方式管控敏感问题，避免误解误判和矛盾升级，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大的干扰。有关美国近年来不断插手南海争议，习近平就说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亦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行自由，同时不会接受任何以航行自由为借口损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希望美方恪守在有关主权和领土争议的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台湾的民进党在五月就会上台执政，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敏感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会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坚决压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同埋不为藏独势力从事反华分裂活动提供任何支持。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习近平强调，中方是反对北韩发展核武器，半岛是不能够生乱生战，中方坚持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不得采取任何可能影响到其他国家安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的举措。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话咁做系会损害到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同埋地区嘅战略平衡，系损人不利己嘅做法。奥巴马就话，中美喺人权、网络安全同埋海洋航行自由等议题系存在住重大分歧，不过双方就同意坦诚交流，缩窄分歧。亚洲电视记者孙志勤报道。喺一连两日嘅核安全峰会举行之前，北韩又有动作。今日中午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短程地對空導彈。徐子瑩報導。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當地時間晏晝，北韓在咸鏡道一帶向朝鮮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短程地對空導彈。北韓在上個月29號亦都曾經在江原道原山地區用300毫米火箭炮發射了一枚短程飛行物體，事隔三日又再發射短程地對空導彈。韓聯社報道說，一枚導彈飛行了大概100公里，一度懷疑是彈道導彈，但南韓軍方對雷達軌跡進行分析後確認是短程地對空導彈。分析認為，北韓趁著美國華盛頓舉行的第四屆核安全峰會開幕之際發射導彈，抗議國際社會對北韓的制裁。今届的核安全峰会，中国、美国、南韩和日本的领导人多次重申就北韩问题加强合作，并严厉警告北韩不要作出挑衅行为。亚洲电视记者徐子英报道。在核安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南韩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朝鲜半岛核问题举行三方会谈，强调将会加强向平壤施压，应对北韩的军事挑衅。陈佩琪报道。面对北韩近月接二连三的核试和试射导弹，美日韩三国首脑商讨如何应对北韩的威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北韩研制核武和导弹对国际社会构成直接威胁，他警告北韩一旦再次挑衅，将会面临更加严厉的制裁和孤立。安倍晋三和南韩总统朴槿惠的关系一向冷淡，但是北韩问题令到两个人在近月加强沟通，而奥巴马亦都希望拉拢日韩加紧合作，一方面防范北韩，同时亦都可以抗衡中国。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同朴槿惠见面，就朝鲜半岛的形势交换意见。习近平重申，制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重启六方会谈，才可望消弭北韩的核危机。
習近平又敦促各方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加劇局勢緊張的言行，不得損害本地區國家的安全利益和戰略平衡，暗示反對美國在南韓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亞洲電視記者陳佩琪報道。回來本港，阿欣啊，你有冇去過馬騮山睇馬騮啊？有啊，不過有部分嘅市民咧就中意喂野生猴子，令到多個郊野公園馬騮數量急增，為附近嘅居民造成不便啊。係啊，咁所以為咗要控制野猴嘅數目，2009年起，海洋公園保育基金授予護署委任進行野猴保育計劃，由生態調查員以喂猴嘅方式引野猴去做絕育手術。我哋一齊睇下。獅子山、金山同埋城門郊野公園一帶，每日都吸引唔少市民嚟探望一眾野生猴子。帶市民過去喂野生猴子，令多個郊野公園猴子嘅數量急增。當時名為漁農署嘅漁農自然護理署，1999年開始實施禁止喂飼野猴嘅法例，只係發出66張喂猴證作過渡安排。隨住歲月的過去，合法的喂猴人更加是所剩無幾。27歲的文浩全就是當中最年輕的一個，本身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的野猴生態調查員，他的工作就是用食物引猴子入籠，等獸醫和工作人員幫他們檢查身體。咁我哋主要嚟呢度话喂佢哋，但其实唔系喂佢哋嘅，我哋主要系想用食物去引诱佢哋入个笼度，咁等佢哋适应喺个笼度，方便我哋之后做绝育手术嘅。佢强调，只有喺合约许可嘅工作时间，先至能够合法喂猴，其他时间嚟喂猴都系违法噶。除咗喂猴子之外，佢每日都会去到郊野公园检查猴子数量。團隊每兩星期就會在野外設置大籠，即場為猴子進行絕育手術，但在郊外環境做手術，又會不會擔心衛生問題呢？全部都是即棄的用品啊，同埋都是一些好已經消毒好曬，喺獸醫院已經準備好曬嘅嘢啦，係啊，咁都冇衛生嘅問題嘅。咁有時比較我哋關心嘅天氣，可能就是大雨或者凍啦，係啊，大雨，因為大雨會反而係我哋會可能淋濕我哋嘅儀器啦，因為我哋係即場做手術啦。咁而可能凍嘅都係我哋個比較人嘅問題多過啲馬騮，係因為馬騮佢本身都已經適應咗呢個天氣㗎啦。目前獅子山、金山同埋城門郊野公園大概有1600隻野猴。有調查顯示，居住在以上3個郊野公園的微猴出生率有下調趨勢，由2009年的大概60%下調去到近年的大概35%。香港男女子欖球隊代表在京士柏運動場進行公開訓練，並公布最新港隊球員的名單。張志豪報導。朝早率先進行訓練的香港女子欖球代表隊，雖然天氣較為炎熱，但各球員都非常努力練習，他們積極備戰這個月7號和8號一連2日舉行的香港女子七人欖球賽。而男子隊不單止進行訓練，欖球總會同時公布了最新的港隊球員名單，同樣準備即將舉行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男隊希望可以爭取下一季打入去世界系列賽，成為總接隊組別。而港隊最重要的目標是在6月舉行的奧運次輪外圍賽，爭奪最後一個晉級里約熱內盧奧運會的資格。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導。睇下天氣，天文台錄得的氣温是21度，相對濕度93%。預測聽日係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喺20到26度。展望隨後幾日係潮濕有霧，日間温暖。星期日同埋清明節亦都會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跟住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